部长你好，想请教说，因为像现在受疫情影响啊，其实八大行业都已经开放了，但是邮轮业者却还没有办法复航。那传出像是有些业者他们已经不堪巨额的亏损，要退出台湾的市场。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邮轮业的解禁跟标准？目前有没有开放的时程或进程可以提供？以上，谢谢。你说是邮邮轮轮业。啊？那基本上在邮轮哈，因为以前大概相关的正式工作哈或等等这些邮轮都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相对对他们的一个检视也会比较相对的严格。那不过以在目前的情况，台湾的社区基本上是安全的。哦，如果是台湾里面台湾进台湾出，哦，没有到其他的地方去，哦，在台湾做跳岛或各个港口的一个旅游，我们是不反对。那相关的计划，我们现在正在审视中。